那弟弟在家负责干什么的？啊，玩玩具的。啊，林玉辉在家负责干什么的？不用拿出来，不用拿出来。打扫卫生拖地的是吧？就这么一会儿不在家了，谁给我吃的这一包？就剩皮儿了。谁？你俩谁？谁？大飞，那这袜子，你妈袜子呢？还没穿呢，那给我咬了。谁咬的？又是大飞。奇怪，我起来，你还给我护着他，起来。弟弟啊，家里就一包肉肉，你说这个肉肉给谁吃啊？啊，给你儿子吃呀？给他吃，给大飞吃。你看他咬的也给我咬的，我还给他吃，这怎么吃？又惹我弟不高兴了，又惹我弟不高兴了。没有用，没事，妈妈揍他，行不行？